旧恨，今天一定要做个了结。休想猖狂！李师兄，燕师姐，你们没事吧？多谢诸位舍命相救。既然你们几个认识，甚好。今日取你们性命，也不算枉杀无辜了。大家小心！师兄，龙是从底下钻出来的，玄火线一定在下面。走，休想跑！妖狐，受死！任自然，无为无造也，故无不惧责，则不足以被宰。是我，你就是来杀我的人吧？好志气。